智孝在近日公开了打歌时期的幕后影片，与师妹 Itzy 感情超好的智孝也找来了李智和刘真一起拍摄挑战。没想到李智在跳舞时意外的把指甲弄断，智孝更是马上停下，立刻上前关心呢。哇，잠깐만한번아괜찮아부러웠어와좀더이쪽으로와요어떻게요아픈거아니야네생각보다안아프네另外，智孝也有和一起经历练习生时期的 SoMi 互相应援拍挑战，在最后 Itzy 还加入一起合照，展现了女孩们之间不变的情谊。进吗？不进吗？